哇，这是个很尴尬的事情。大家买回来看，觉得这个好难用啊。大家都对这个产品产生好感，对对对对，或者说粉这个产品。你这个投资我早就发现了。然后当时我有点喜欢，就是我们联系一个女同事。难道我就是一个米黑吗？或者说你就是一个华为吹吗？这个真的很重要吗？好的测评者，它的这个价值就是消除厂商的产品和未来用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因为觉得这个能力还是很重要的，还是得培养起来。相当高，估计做一期得花两三万吧。确实，我也有的时候挺害怕的，我肯定就哇，我晕了，是吧？对，我甚至下一个何同学啊。大家好，我是何同学，这期是我的外场。这期视频播放的时候应该是大年初一啊，大年初一，因为你这个考试这个录像延迟了一些，所以说加上制作周期应该就是大年初一了，然后咱们先给大家拜个年。好好好，那祝大家新年快乐。咋就我拜了？我等你说完呢，你没有别的吉祥话了吗？我就会这一句，我就祝大家万事如意。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好吧，我也没有，没有。大家新年快乐，过年好。好没有新意，好没有新意。最近档期挺满啊，是挺满，但只有两件事情很重要，一个是考试，一个就是录这个 Y Talk。哎，太会说话了，太会说话。今年那个一共出了多少视频了？到现在为止？应该就是12个，因为就是一个月更一期视频，就是非常标准的一个月更一期。对，就是一个月更一期视频。就我非常好奇啊，就是你当时5G那个视频还没有出的时候，就是很早咱们就认识了，就是第一期视频应该我记得是 iPhone X 的那一期。对，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就是把第一个视频做出来了？哇，这是个很尴尬的事情。那应该是在3年前，就是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我现在大三，那时候应该刚上大学。然后当时我有点喜欢，就是我们联系一个女同学，然后当时我刚上大学，对大学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憧憬，就会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我就参加了一个英语演讲比赛，我就说，哎，我要去参加这个英语演讲比赛，你要不要去看呀？就跟这个同学说，然后他说好的，我会去的。然后演讲那天人家没有来，我就特别失落。你有没有问他为什么没有来？我也不好意思问，人家说不定就是
人家就是不想来呗，那你就别问了，对吧？然后我就特别失落，然后演讲这个比赛的结果也不是特别好，当时我就很伤心，我说伤心怎么办？报复性消费嘛，然后我就去我们学校对面的一个那种苹果店买了一个 iPhone 10，特别贵，因为那时候 iPhone 10刚出啊，对对对，正好是刚开学，应该花了8000多块钱，对，但买回来一看觉得这个 Face ID 好难用啊，所以说就是想做一期视频吐槽一下，然后就出了第一期，我记得好像标题就叫 iPhone 10的什么三个槽点之类的，现在看就觉得这视频明显不行，太糟糕了。我非常好奇啊，那女同学现在怎么样了？后面有没有联系？好八卦啊这个问题。她后来有对象了，已经好了很久了，应该。后来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了，是吧？没什么联系了，没什么联系。就是你的第一期视频其实还是以吐槽向为主，就是我就买到了一个产品，我觉得它不好，想分享给大家。对，的确并没有什么特别体面的意义，就是单纯的想吐槽一个产品，而且这个初衷也不是很说得出口，并不是因为出于什么对电子产品的热爱。不是白老师，你应该是吧？我感觉就是，我记得你说你特别喜欢各种手机，很小的时候就是。对，因为我是特别小的时候就喜欢这些电子产品，我是由一个 V3 入坑的。对对对对对，那拍视频嘛，拍视频跟喜欢搞机不应该是两件独立的事情？我第一个视频我记得我有点模糊了，好像是键盘吧，还是键盘？哎，不对，好像是 Mac 电脑的一期视频。我最开始的时候，当时我是大二吧。好像是，然后当时是那差不多，因为我当时特别喜欢看这些东西，喜欢看这个测评啊这类的这个视频。我如果要是大四实习，可不可以去他们的实习？然后我就想着自己做一些视频，可以先积累一些经验。然后后来那个就做了第一期视频，感觉。所以你一开始是想去那儿打工是吗？对对对，我就是一个打工的心态，我特别想去他们那儿上班。你最想去哪家呢？就这三家里边。嗯，啊，这个问题好刁钻。科美或者是 F， 其实都行，当然我都行，当然我做好了准备，就都投简历，都投简历，我也看他们那个招聘，然后后来就自己做了一个视频，然后慢慢就自己做，发现还是自己做好是吗？不是，后来就是我发现，因为当时确实也是做的人比较少，然后大家的这个获取这些信息的渠道其实是比较窄的，所以说你当时的视频质量没有那么高，但是大家的宽容度还是比较高的。对对对对，那个时候的科技视频其实只要普通话标准，然后能把产品拍清楚了就已经可以了，都没有你的视频那么没有，我的视频技术那么高超是吧？太浮夸了，其实没有什么。其实还是看内容，我觉得还是看内容，真的是这样。对，这个其实我也有感觉，就是我的视频可能更多的在于运镜啊，一些画面内的创意啊，然后你们可能就会比较全面的公正的来描述一款产品，然后你们有那种数据库对吧？对，这就是非常冷冰冰的产品。这个之前我们在测评视频里也说过，就是测评它其实包括你自己也是，比如说你用到这个 iPhone 10，它的一些槽点你可能吐槽，但是你也不可否认它其实有做的非常先进的地方。是啊，比如它的屏幕扬声器 Face ID， 对，哎，咱现在快是跨 Face ID 不太行。对，就是数据库这个东西，它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冰冷的，它不会有感情的来跟你说一些东西，平衡我们主观性，就是测评者的一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就是我们一开始初衷就是做一个工具项目，但就像这种工具，它的受众一定是相当窄的，对吧？对，就只有非常核心的数码群体的观众才会看这种数据项的这种视频。对，但是你的内容就不是。对，所以说我就比较喜欢做那种轻体验那种类型的视频。每次看手机测评，就是我最喜欢跳的就是那个手机样张环节。对对对，就是你突然出来两张照片，然后放大到100%，然后细节上有一些区别。这个真的很重要，所以说我一直都其实我不是太一般看手机测评，我最喜欢看的是哪部分？我最喜欢看的就是一些博主对他非常主观的评价，可能涉及到这个博主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可能涉及到一个非常伤心的故事，可能涉及到他以前做产品的时候一些经历，这些比较偏人文的地方反而是一个视频里面更能触动我的，所以说一开始的做视频的话就走了这种路线，其实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这个方向。你的这种其实在我们看来就是解决了我们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出圈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做的内容，我们可能自认为这个 AI 很不错了，就是我们已经做的很可以了，但其实我们的受众不管怎么样变化都是比较硬核的，是这个爱好者的那个圈子。但是你的视频就不一样，它天生的这个咱们用市场这个词来描述的话，就是你的市场就会非常宽广非常大，就是最普通的这个大众，你可以用一种非常轻松的一种方式把这个比较硬的东西给包起来，然后传输给更广阔的这个用户，让比如说不是这个数码圈的爱好者，或者说不是
科技的这个关注这块内容的人、嗯、也可以非常好的接受这个东西。这个的确也是我做这个视频的初衷和理念吧。嗯，但是我还是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做一做你们这样的视频，因为觉得这个能力还是很重要的，还是得培养起来。比如说现在我都分不清显卡那几个参数是什么意思，其实真的挺丢人的。作为一个科技博士，对，我觉得就你们观察产品其实都特别细，各种细节都有包括到，有可能一些有可能系统里面一个小 bug 或者是做工上面一个小的偏差都能看出来，所以我其实还很敬佩的。有点这个职业病的感觉。对，就我到哪儿看到一个什么产品，我先看一看，哎，质感怎么样，做工怎么样。对吧？我记得你做过一些我特别喜欢的，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显示器，就大学生。你为什么要有一台显示器？对，其实我觉得说的真的特别有道理，你也真的说到我心里去了。就是，你有个大屏显示器，让你的生活会容易非常非常多，对颈椎啊，然后对整个工作的帮助呀、啊，而且也不用花多少钱。对，虽然现在听得像一个显示器广告，就是像你一样，就是把一种价值观或者说一种生活方式传递给观众，传递给用户，告诉他们，就是我以前的这个经验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好的经验，你可以多少借鉴一下，或者说仅供你参考。就希望能了解数码的人越来越多越好，因为我感觉咱们这个圈子真的太窄了，而且现在有越做越窄这种趋势、嗯。就是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其实这两年还好，以前的这个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还是比较大的。对，你就比如说这种。就是那种场妹机，就是很有显示的这种概念，是吧？对，这里也是吧。这个我们没有特指某家厂商啊。作为一个就做视频的，我对我自己的定位相当于是做视频的。我觉得我只要把这个产品的体验说清楚就可以了。但是你们是做这种专门评测视频的，嗯，你们觉得这样一个评测最重要的价值点在哪里？在我看来，一个好的测评者，他的这个价值就是消除厂商的产品和未来用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哇，这个刚才我也提到了信息不对称。因为举个例子啊，就是前几年的时候，比如说 OV 它利用国内市场，也不应该说利用这个词啊，这个商业行为咱们不评判对错，就是信息不对称的这个情况，然后在一些县城啊，或者说三四五六线这个城市，然后大赚特赚，确实那几年他们赚了很多钱。对啊，就是相同的配置，小米可能就用他们一半的价钱就能买到这种。这种话不能随便说，不能随便说是吗？没有，开玩笑。啊、一个好的测评者其实就是消除这种信息不对称的这个情况，让大家知道你出的这笔钱其实最合适自己的，该买到什么样的产品。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重要，因为就是很多人他并不知道一个2000块钱的手机里面应该装一个什么样档次的 SOC， 应该装一个什么样子的镜头。对，如果说大家多对这个东西有个概念的话，这样子归根到底所有的消费者都会受益。对，这是评测者对这个行业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的测评者的价值点基本就在这儿，就是因为基本上所有厂商的这个产品，它宣传上跟你实际用到手它是不一样的，都会有些出入。这个测评者就是我先提前替你使用，我先告诉你这个产品你如果上手如果买到的话，它意外好的地方，它意外不好的地方，把它适不适合你先告诉你了。但现在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他看评测的目的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呀，他可能看评测就是来挑事儿的，对吧？就可能他就是专门想挑一个厂商的毛病，然后这样子来攻击另外一家厂商，不对，来攻击这家厂商。就是他其实就是想通过自己的这个话语或者自己的观点来印证自己的价值观比别人的正确，甚至是比别人更高级。哦，我大概懂这个意思。其实我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想法，真的会有这种想法。就是你会在交谈中不自觉地想说服对方，然后如果要是有一些是吧言语上的冲突，然后甚至会骂起来。对啊，所以说这个其实，所以我真的觉得大家真的都挺不容易的，做内容真的好不容易。你做的这种相对来说，对我还行，你们压力明显要大很多，真的，我能感觉出来，真能感觉出来。你这种视频的这个形式，你更想传递给用户什么呢？我可能甚至都不会在乎这个产品，就是我表达的信息是否客观公正。我只想这个视频做出来之后，是一期很有意思的视频，观众在打开这个视频后，可以度过快乐的6-7分钟。等他关掉的时候，他会觉得今天变得更美好了。然后可以充满信心的进行明天的工作，这是我每一期视频最重要的目的。你这个高度很高 啊，不是很高，主要是因为我想了想，我看手机测评的原因，大多数情况就是找乐子，就是没事干，咱们看个视频高兴一下。对，就是他很多人是把这个测评视频，或者说这种轻体量那个视频，对，当成综艺节目看。对，所以说我的初衷还是觉得
把这个东西做得更有意思一些，对，更重要。所以你的这个受众面要广很多很多很多。但是我也的确希望能把更多的朋友们都带到这个圈子里面来，让他们更关注数码产品，对，这样呢整个市场也变得更公平，这肯定是一件好事嘛。对，我们的属性可能更偏工具一些，类似属于这个工具人，有点怪是吧？这个工具，很怪工具，就是你买这个产品之前，哎，先使用一下这个工具。然后使用一下数据库，使用一下小白测评的这个视频。你现在依然还是自己一个人在做视频，对，就像您年轻时一样。对，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一个人在做视频。对，我看以前的确一个人做的。对，那个是最早的时候，我们还 在优酷吧？对，在优酷。这期咱们的主题嘛，就是如何做一个比较优质的科技数码博主，或者说。甚至下一个合同学啊，那我直接退圈行吗？就是你在自己做这个视频的时候，或者说自己做内容的时候，你觉得有什么就是必备条件？其实这个我之前也自己总结过，必备条件，第一点，你得先有钱买一个相机，然后你每次做新节目得有钱买一个新手机。确实，资金还是很重要的，真的很重要，真的资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数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过啊？就是这个目前这个圈内的，比如说大家做这些东西的博主也好，或者 UP 主也好，其实大部分说实话都还是比较有钱的啊，都比较有钱是吧？真的很重要，这个的确必须得坦诚的说，这个对，就是因为你在前期的话，你做的东西可能不成熟，你需要大量的试错，这个还是非常非常费钱的一件事情。而且真的，数码视频很特殊的一个地方就在于。你每期视频都有一个产品，对吧？对，你要买一个，甚至是最新的产品。对啊，你为了赶热度。其实真的很贵的，你想，就比如说一个 iPhone 才8000块钱，当时我真的下了很大的决心才买的。不是，很大的决心是那个妹子。哎呦，咱能甭提这事儿，并不是那个 iPhone 10。对，是。除了资金之外呢？你觉得还是什么？除了资金之外，就是你得对这个事情有一个原始的兴趣，就是你得真的愿意了解这些事情。你真的很喜欢数码产品，然后得有一些从小的积累，对，才能做好。你是最早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的？我最早的话应该就是2013年的时候，然后看了 iPhone 5S 的测评，觉得做的特别有，不能说特别有意思吧，就觉得这个形式挺有趣的，然后就看了各种各样的测评，然后接触了国内国外的各种各样的博主，然后在我上高三的时候，我开始自己偷偷拍一些视频，然后在放暑假的时候。我真的，我其实放暑假的时候，我偷偷录过一个视频，但是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人看过。啊，一会儿给我看看。啊，给你看看。啊，行，给你看看。一会儿我要偷偷看一下。特别奇怪一个视频。对，你后来就是在自己做的这个过程之中，就是哪怕你现在还在这个自己做，这个整个的操作过程或者操作成本依然还是挺高的。相当高，估计做一期得花2-3万吧。就成本上还是挺高的，成本就不管是你自己做，如果你要是有团队的话，甚至是更高。那肯定你得给人家发工资啊！不是，就你们现在团队有多少人？我们有8个人。哇，你真的不少啊！光内容团队有8个人，电商的不算。妈呀，电商还有10几个人是吧？对，你们还得测试对吧？得有各种各样的测试。对，我们还有专门测试的这个。还有数据库，然后还有啥、啊？是太难了。对，不过相对来说，我们那个在用户看来可能是比较机械的，就比如说一个产品它来了之后，它。这个对过一遍流程，所以说我就不知道做什么视频。真的，我觉得你们这种有流程的好处就是，什么产品走一遍流程都能出一个内容。如果想要做好内容的话，对这个内容的主体要有一定的兴趣，这个真的太重要了。我原始的兴趣积累，这还是挺重要的。如果要是没有的话，可能你的这个创作热情非常快的就被消耗殆尽了。对啊，其实我现在这种感觉就特别明显，所以我都很怀疑将来我还会不会继续做这种产品类的数码视频。哦，其实还咱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坚持性的问题。坚持，你是不是比如说更新了12期视频嘛？也有的视频是吧？为了照顾一下观众，就比如说我这个月不想更了，但是我还是要更一下。讲道理是因为你会很焦虑。对，你说我一个月不更视频，观众老爷会不会把我就忘了？这个更新视频有的时候会变成一种迫不得已。而且真的有的时候就是想放弃，有的时候真的就不想干了。我有的时候很明显就是，比如一个视频拍到最后。很多镜头特效就不做了，很多分镜就不拍了，就咱们就放一个人脸上去就算了。就是你的创作热情会真的降低了。所以说我现在这方面的确感觉，作为哪怕是一个视频制作者，还是一个创作者，还是一个自媒体，保持住自己的创作热情真的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咱们就总结成3个点吧，一个就是资金，一个是原始的兴趣积累，还有一个就是坚持。对，你的创作热情，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但是我就特别好奇，白总，你现在那种热情还很充足吗？就是对数码产品的这种热情。
其实扪心自问，也没有最开始那么冲动。没那么冲动。之前我在视频里就说过一句话：当你把这个爱好变成一份工作的时候，那它就不是爱好。它是有个质变的。就比如说，我看你们前两天发了一个微博，就是2019年终总结，满桌子的手机，对吧？那对，真的，那只是一部分。我告诉你，两可以摆两个桌子。对，这是真的说。如果说我在16岁的时候看到这个场景，我肯定就疯了。对。我肯定就哇，我的天了，对，我就肯定就晕了。那我现在看啊，又是手机啊，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想通过这种视频告诉用户，你也可以作为一个传达者，因为关注频道的人都是他们这些朋友身边的科技数码爱好者，那么他可以把这些信息再扩散出去，进一步的消除一些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很有意义的事情，真的是很有意义的。对，就是尽量做成这个工具人。那你做到现在，就是你也还是一个人，那你。目前的这个困惑是什么？想建一个团队，我觉得很困难。对，为什么？因为我的创作是非常随机的，我写一篇稿子可能就需要两个星期。对，那这两个星期里，我的团队在干什么？我得给他们发工资，他们得有活干嘛？所以说，的确是，我觉得我这个创作模式也不太适合找团队，所以现在困惑真的。就是你对自己的这个创作模式现在产生了一些质疑，是吗？对啊，就是觉得这样子永远也是一个人自己在做，永远也不可能把这个创作事情，总有一天。会消磨没的，对吧？就比如说现在是一月份，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月该更什么视频，我现在一点想法也没有，我现在就想把试考完了啊，已经考完了，然后把活动都参加完了，然后我就回家每天陪我家猫睡觉，就然后打游戏，嗯，然后看剧，我就这种感觉，自己的一个人真的坚持下来很勉强，但是就是没有像最开始那样创作热情那么高了。对啊，因为有的时候你就真的就是拿到一个产品，就觉得有好多事情想告诉你的观众，有好多东西想表达出来。最开始的时候我就那样，对，脑子里有特别多好的想法蹦出来，然后现在就发愁，现在就写一句台词，我想哎，下句咋写？下句咋？这个状态明显不好，真的我也能。所以说，我的确觉得需要创造一个更健康的模式，对，来保持住我自己的热情，然后也可以让自己更健康的运转。嗯，有可能我可能半年前做这个视频跟现在做这个视频效果一模一样，就是你所有的工作都你一个人做，拍摄、剪辑、上传这种字幕，对，结果就是你没有时间学习，你没有时间进步。嗯，我一直都想学音乐制作，然后让我的视频的音质更好一些，或者是我给自己写个配乐之类的，就是因为我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写作业和剪视频。所以说这的确是个很重要的事情。白总，你现在看评论看得多吗？我其实挺好奇的。我在那个彭总那期视频我已经说了，啊、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哦，我是特别关注这些评论、哦，特别关注是吧？然后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免疫了，就完全不关注了、啊。但是最近又开始关注了。你现在应该心态已经平缓很多了。就我记得有一次好像评论骂的你骂的比较惨，然后我给你发条微信说：“俊老师，你这个有心情咋样？”你说。啥事儿啊？我咋不知道啊？好像是那天可能在忙别的事儿，还没来得及看呢、啊。然后你一说你，然后你一提醒我，我一看完了，哦、对不起，对不起，那一夜又睡不着了。对不起，我不应该问，就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相信大家认识我应该都是因为一期5G 的视频、嗯，但是那期视频大家会看，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那个正好赶上了一波有关5G 的宣传节点，那个其实是天时地利人和导致的结果。我这个人和可能是最不重要的那一部分，所以说运气真的也很重要，只能这么说，运气真的也很重要。那个视频是非常优质的，要不然它也推不起来。因为我做视频还是想、嗯、更想讲一个故事，就是讲一个能让观众看完觉得很好玩的故事。嗯，就是电影化叙事。对对对。然后视频形式更强一些。对，现在就是说，因为我从小了解的事情并不多，我就了解电子产品，嗯，所以说现在视频的主题普遍是电子产品。嗯、就是如果说以后能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模式、嗯，更好的一个主题的话，还是希望能做一些更多元的、受众更广泛的内容。就是你并不希望别人把这个数码科技类这个强加到你身上。哦、但是坦诚的说，我可能还是躲不开，因为现在你做的大部分内容其实都是就是躲不开，因为你就是了解这个东西，你就是对这个东西的表达有种原始冲动。对，你想躲，你怎么躲得开呢？对对是，但就是你比较害怕舆论，现在是吧？的确比较害怕，不要随便删微博啊，要提高自己的这个承受能力，是动不动就把微博 APP 给删掉。对啊，就我不知道你们像我这种感觉，就是你在写一个稿子的时候，嗯、你就会特别小心，你就比如说。就是这个手机的这个地方表现很好、嗯、但在那个地方表现的措辞，有些时候你可能特别想吐槽一个问题，但是你就会畏畏缩缩的、嗯、不敢真的表达出来。我们刚放出了这个年度的旗舰拍照那个横屏、嗯、然后里边说那个小米 CC9 Pro 的问题，我们又被很多人去各种各样的这个地方评论，说我们是米黑，说我们在年度旗舰里边怎么 diss 这个小米，但其实我们在微博又是有被称这个什么钦定媒体。 对被卢总转过，对，各种被转发，各种被这个高管转发。
发，所以说确实我也有的时候挺害怕的，因为我们在最后过稿的时候也会说这个，哎呀，这个词是不是要权衡一下呀？是是是，真的是这样。确实也受到了一些影响，所以我们就做了数据库嘛。这个东西是，哎，对，没有什么冷冰冰的，对感情这个东西，没有感情的杀手。对，那既然你这么害怕这个舆论是吧？那咱们就来一波放飞自我，就你就直接说一个你今年比较喜欢的品牌，然后说一个不喜欢的品牌，咱们俩都可以聊一下。行行行，咱们先说喜欢的吧，这个缓解一下。我比较喜欢一加，反正九十赫兹真的是很成功的一个特性，这个谁也没法否认。对对对啊，所以说那就一加呗。对，没问题。我比较喜欢还是三星吧。三星。对，因为我之前最喜欢的手机是 Note 10 Plus， 在2019年度。主要 Note 10 Plus 太漂亮了，那个手机太好看了，实在是太好看了，真的太好看了，就可以为颜值买单的那种。对对 对, 对, 对，为颜值掏钱。那你先说最不喜欢的吧。最不喜欢的，我觉得还是要说小米吧。啊，小米吗？还是。米黑实锤了，哎，你这个同事我早就发现了，因为我之前都是这样说的，我这期就不换观点了，不要换观点是吧？为啥呀？因为我觉得他今年那个 C9 Pro 嘛，然后还有就是小米9 Pro 嘛，这些手机没有什么太大的亮点。因为一亿像素不是亮点吗？那一亿像素是吧，我们在测评里边其实说的已经很明白了，就是它放了 730G 的、是，就我就有点搞不懂，它可能在营销层面是想填机赛马，但实际的体验上其实我觉得它也不是特别、不是特别成熟、成熟，对，确实不是特别成熟，而且那个处理器也确实带不起来。如果你的观点跟我不一样，那么一定是你对。我说的话，我应该今年比较失望的是苹果吧，主要是爱之深责之切，主要是苹果今年最良心的产品是什么？AirPods Pro， 对吧？耳机，对吧？你说苹果这么大一家公司，对吧？它最大的创新点在耳机，当然不是一件坏事，它的确革了这个产品的命，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对，但问题就在于，苹果作为一家世界上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它把一个已经有的产品形态做得更成熟、更好了。这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啊，就是苹果做出来 AirPods Pro， 我并不会觉得很奇怪。我觉得只要苹果做，它一定就能做到这个档次，也能做出来这个水平。但是你说能给我什么惊喜呢？但真的不至于。但苹果好像已经很多年没有给过大家惊喜了，所以说习惯了。对，你还是想让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带给你一些碰的这种产品。的确太难了，我倒也能理解。你要是 Tim Cook， 你肯定也不会冒太大的险。Tim Cook 是一个非常好的商人，这是公认的天才，他也是个天才，他也是个天才。其实面对这个舆论这块，你不喜欢的或者说那个你害怕的这些地方，咱们也是算是做一下倡导吧。就是希望大家来拓宽一下自己获取信息的渠道。就比如说我刚才说我不喜欢小米，那么你可以看一下我们频道的视频，我们多次推荐过小米的手机，多次推荐过小米的产品，那你怎么定义呢？难道我就是一个米黑吗？或者说你就是一个华为吹吗？对，或者说、就是、也不是这样的。对啊，我其实绝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果粉，就是我可能对安卓的厂商都没有那么了解。但是也并不是说所有苹果的产品我都特别喜欢。所以说我估计大家就是更全面的了解我们的话，就会发现其实事情并没有那么的绝对。对，其实咱们都做了很多产品方面的视频，我们更希望的是大家都对这个产品产生好感，对对对对，或者说粉这个产品，而不是说你变成某家品牌的，或者说急于的在网络环境里面想要印证你的价值观是比别人，或者说你的判断是比别人更高级的，是就最好不要通过贬低别的品牌来彰显自己粉的品牌的这个价值。对，然后最不要做的就是反串黑，就是这个反串黑这种行为实在是太恶劣了。对，就是引战啊，就是大家本来都没什么事儿，两家粉丝都是高高兴兴的，结果就有一个大哥他就非得过去反串上一下啊，这个实在是太可怕了。其实你贬低对方或者说并不客观的描述这件事情，或者说断章取义的说这件事情，不仅不会给你粉的品牌加分，可能会更加拉低你粉的这个品牌的这个调性吧。但是最后还是要说一下，就是如果你的观点跟我们的观点不同，那么请记住，一定是你对，一定是你对。是这个表情我觉得你这个发了视频把微博删掉这个习惯好像在、可以学习一下，对啊，是吧？好像在有的时候也挺好用的，挺好，因为我确实老会不自觉打开然后去看一下。
而且特别浪费时间，真的。你就因为你刚发完视频，就是回复呀、弹幕呀都更新的比较快，你就会不停的看，反而浪费了很多学习和干其他事情的。就像你们那游戏说过的，如果他喜欢一个内容，他可能不会专门写上去说我有多么喜欢，你们又做的多么好。但他如果不喜欢，他极大概率可能会专门说上去说上去抱怨的话。对，所以说还是要相信自己。如果你喜欢的，那你就是吧，这个三连也好，或者说订阅也好。如果你要是不喜欢的，当然你也可以非常直白的，对，可以点个彩啊，取关啊，对啊，对，取关啊什么的都可以。大家积极的表达喜恶，就是两方面都表达。那么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非常促进创作者和整个业态的良性循环的，因为这样，好的东西和不好的东西就会非常快的会被分辨出来。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引战的有话题性的，反而会是比较强势的。如果你这么想的话，就是观众需要什么内容，什么内容就是良币。那在很多情景下，有一些比较用心的内容反而是劣币。对，这其实也是市场决定的一件事情，这是很无奈的。对对对对，观众看来比较缓慢的这种更新节奏，在未来有没有什么规划？没有任何规划。我其实本来就没有想做折叠屏这个视频，但就是在接触到折叠屏手机之后，我觉得有一些可以说的东西，然后就真的很快的把稿子写好了，然后很快的去执行它，然后比如说像现在，我就不知道下个视频该做什么，我就会迟疑很久，不知道该做什么东西，所以说具体的规划的话，的确没有什么特别清晰的规划，可能还是先多学习，多成长，然后多交朋友，然后争取把自己的热度保持下去，然后现在当自己想明白要做什么的事情的时候，还有这个机会，还有这个空档可以做。输出肯定跟输入有关，如果你一直输出不输入的话，就像我这种现在的这种状态，很快就不会有题材了，很快就不想做视频了，真的是这样。对，所以说还是努力学习，努力看更多的相关的这种，无论是文章啊、视频啊。其实团队也是一种解决的方案，这个刚才前面咱们也讨论过。我觉得我的确将来肯定得组建一个团队，对，一定得这样。对，但是这个形式是怎么样的，到时候要出什么内容，然后这个质量该怎么保持，这的确都是很大的挑战。OK， 那咱们再回顾一下主题，就是如何成为一个优质的科技博主，或者说如何成为下一个何同学，这个必要条件。哎呦，为什么非要成为下一个我呢？我现在我作为我自己，我就觉得我每天活得很辛苦，我每天都想当一个正常的大学生，好好学习。然后我有的时候真的会很羡慕我的同学，因为他们在学校里学习会有个清晰的目标，比如说我将来要报哪个学校的研，我要将来去出国去哪个国家，然后他这个学期得考多少分。但是你想，我作为一个博主的话，我不确定将来我这个事情能干多长时间，因为我的创作热情是有限的。对，第二我得组建一个团队，对吧？然后第三点，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还会很担心我在学校的学习会不会受到耽误。你明年就毕业是吗？对吧，明年毕业，明年也很快，马上就会面临这些问题。是啊是啊，真的。对啊，其实学生的身份也像一个保护伞一样，就比如说，对，这个我当时就是特别有这种保护伞的感觉，我一毕业马上心态全变了。对啊，心态真的就不一样了。对，你在当学生和你进入社会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心态。对，所以说我总是感觉这个社会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我得赶快的确还是比较焦虑的。这种其实还是要清晰一下自己的目标吧。对，真的，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不知道我将来要干啥。对，应该还是要清晰一些，我觉得真的很有道理。对，在整个这个创作的过程中，或者说你在自己做这个过程之中，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分享，或者说碰到过什么坑可以 freestyle 一下。我的建议的话就是，如果你将来想走我这个路线的视频，那你一定要看大量的做视频的教程，而不是看大量的手机测评，这样子让你更擅长做视频，而不是评测手机。对，然后抽象一点的话就是，你一定要坚持，你一定要相信好的内容会有好的结果，虽然说这不是绝对的，但是你也没有什么办法，对吧？来吧，白总，你有啥建议啊？就是两种不同的这种视频的形式嘛，是吧？就是如果要是想做好一个工具类的视频，比如说手机测评啊，或者说数据库这一种啊，其实还是回归咱们最开始总结的那个，就是你好好坚持。因为每年呢都会有新的 iPhone， 每年都会有新的华为这种新的机型出现，但是这种基础性的视频呢，你也可以多做一下，来多练手，多坚持，前面肯定会各种这个试错的。从开始的这个难易度程度来说呢，我们这个可能更容易一些，但是它不容易出圈，就局限性是比较小的，而且你可能需要坚持的时间比较长。对，
对，而且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想告诉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这个市场已经饱和，千万不要觉得已经这个所有的粉丝都已经被几个所谓的头部用户瓜分完了，啊、哦，不要这样，就是在我两年前开始做视频的时候，我有这种感觉，嗯、但实际上好内容永远是稀缺的内容，对，是金子，永远会发光的。嗯 ，OK， 那咱们今天就结束。嗯 ，OK。这间房间其实挺有意思的，当你穿上黑衣服再用黑布遮住脸的时候，你就隐形了。不用油漆和壁纸呢，是因为施工完很久的不能住。不挂幕布呢，是因为我害怕睡觉的时候这个幕布掉下来把我给捂死。那怎么贴卡纸呢？你的发现纸和纸之间有白色的缝隙，不好看，这咋整呢？你可以把这种窄黑胶带贴到缝上，然后你又惊喜的发现透明胶带会反光，不好看，这咋整呢？你可以把这种宽黑胶带贴到透明胶带上。至于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用黑胶带，我也不知道。第一个就是这表整整有12个 iPhone 5C 的手机壳组成。第三个就是这个发红光的字母 H， 我本来想买把光剑的，但是那玩意儿太贵了，反正这个也挺好。于是经过了一个月艰苦卓绝的努力，我的房间终于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感觉还需要一点工作。